一名穿着热裤的长发妹疑似喝太忙，推着车就往马路上闯，还热情跟路过的车辆打招呼，甚至用蛇形的舞步在双黄线上跨来跨去。女子占用车道，简直就是把马路当成游乐场。啊，富哥来了，富哥来了！地点就在垦丁大街上，朋友嬉笑录影还 po 上网，可以看见路上还有车辆在通行，甚至下着雨，就这样不顾安全在马路上嗨跳起来。车来车往，要是不小心出了意外，可就笑不出来了。再看一次这夸张行径，推着车当道具，无视道路安全，冲到马路上，随着音乐走台步，朋友狂笑还不断助兴，真的很危险。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于道路奔跑嬉戏，可处罚行为人新台币500元罚款。出游喝酒助兴难免太开心喝吗？但是把马路当成游乐场的危险行为，狂欢不要命，真的太危险。记者张春华、金宪中、郭怡珍屏东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